我同德威啊，第一场同德威，希望千二米应该都佢都试得好啊呢只马，第一场我同德威啊，佢咧都好后先追上嚟先要喐手啊呢只同德威啊，嗱睇埋同德宝啊，同德宝都喺度啊，一阵间咧中间佢就会 S 位咁样西出嚟咧，跟住就追上嚟噶啦，佢未跑过千二噶，咁后边有同德宝啊，第二场嗰只啊净系试末段嘅咋，试咗两课都系咁试嘅只同德宝，咁啊而家系同德威。希望阿丁冠豪都想争成绩啦吓，咁多睇唔透嘅对手。嗱咁啊，预备啦，差唔多就西出去噶啦。S 咁样有少少西少少位出嚟嘅，一阵间嗱呢度就西西出嚟，咁啊呢度实咗一轮，咁啊呢度再抽西翻出嚟少少，嗱呢度都窒咗几步嘅，窒下窒下，咁啊喺只马窝友后边呢度阻一阻，好啦，摆正个身啦，咁啊呢一度咧就俾落去啦，预备啦，嗱只马都有冷场嚟噶，加速噶，出边嗰只系咪筑梦年代嚟嘅？我睇下先，系啦，筑梦年代嚟嘅，睇多次，筑梦年代试咗好多次就试得好噶啦，上次又唔知执个差位喺度乱窒咁跑啊，呢只閪嘢。咁呢一度咧，嗱见到有同德威西咗喺嗰只精选蚊啦，后边咧都搭咗几步嘅，咁啊俾阿熟慕年代又闩咗佢个位，咁啊未转脚，咁啊左望右望，好啦，咁入到嚟呢度转咗只脚啦，搭顺翻个步韵啦，呢一度就开始加速啦，喂呢只熟慕年代，哎呀都叫做三班马嚟噶啦，系咪啊？咁啊佢都系叫做拍住只熟慕年代一齐追上嚟噶，只同德威啊，不过佢系初跑千二嘅，即系冇千二根据噶，纯粹系拣咗嗰课集嘅啫，只同德威啊，好啦。点解要咁排咧？纯粹都因应啲档位嘅啫吓，大家自己留意翻临场啲马房手影啦吓。咁啊，11号嘅乔峰排住先啦，1号嘅饮杯排住先啦，4号嘅勇霸龙排住先啦，咁啊9号嘅博爱先锋排住先啦吓。咁啊呢度有三只马个档都好差嘅，9档、14档、11档，够唔够恐怖啊？请支持呢份频道，减码有理有据，拒绝信口开河，希望各位赢多啲。拣咗呢只咁嘅今日换人嘅龙之辉啦，第二只嘅咁啊实力派又次次换配备之后都跑得好嘅，咁啊希望啊上次10档都得嘅，咁啊希望阿巴杜继续交到水准啦。第三只嘅和道小子啦，即系试嗰课集就净系拣嗰课集嘅啫吓。第四只嘅咁啊只只个档都咁差嘅，咁啊。唯一呢只多利彩區有啲前速嘅，咁啊睇下佢會唔會把握利用下呢只馬嘅前速呢，咁啊涉個靚位，上次都追咗唔少嘅只多利彩區啊，9號、3號、1號、7號，請支持呢文頻道，減碼有理有據，拒絕信口開河，希望各位贏多啲。好多马试习唔错嘅，加眼罩赢咗马嘅精彩勇士，再试都试得 O K 嘅。红日社两场加眼罩都跑得好啦，再试习都试得好嘅。神禧丽人咧试直路集，我觉得佢试得特别好嘅添。线路光华咧三课集有两课试得好嘅，祝愿咧三课集三课都试得好嘅。快乐奇兵就冇乜特别嘅两课集啊，超级精英就麻麻地嘅吓，系啦。第五场度咗啦，第六场度咗啦，第七场唔睇啦，第八场加州动员咧，你唔好理佢个档位，我净系讲嗰课集试得好嘅。精英红心唔好理佢个档位，佢净系嗰课集，我觉得试得好嘅。线路万里跑得好，出嚟试习都试得好嘅。另外太阳之子咧就好飘忽嘅，但系今次嗰课集咧喺外档打边咧有反应嘅。另外咧呢只北海道试习咧系试得好嘅吓。第9场过咗啦，第十场奋斗心咧试到长距离咧就试得好啦，有走势嘅。球星咧赢咗马再试习都试得好嘅，大浪淘田有啲受阻咧都试得唔错嘅。另外大数据咧缩翻程咧都试得唔错嘅。好啦，咁啊讲晒啦。